饲养的两成是吧？这个如果说是批量做的话，就要把上下模具把它固定好。不用管它了，加油嘛，多加油就好了，加油。再看一下一样，倒计时我们拿出来。哇，看一下它在上面，哇，你看立体感好强。三层啊，这个是啊。它的三层啊。三层。三层每一层都是那么好的效果。